是就记得样毕业楼里，我怎么弄个爬出来？哎，老师呢？在买上狂的，如果料你哪拼出来会啦？当研究者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感觉，因这虽然讲是配台，因个因的礼包其实拢是用国际来爬，啊，变作我感觉伊的礼就是拢在量拢低过来的。你敢让直接跳公维是吧？好、哦，嗯。好、哦，我跳下靠边，这是陶瓷的。那是我爱心一挂，所以呢，是一个物件，你会袂？袂呢，我袂。啊，奈无啊，奈无啦。为什么当初是迄款代志啦？啊，希望你喜欢，好不好？安尼哦，哈哈，这个好晒啦吼，好晒啦。有东西啊，对啦。无呢，无。啊无。唔捌咯。有面子无啊？无。啊，骗人咯。骗你个啦。哦，小搞面子啊。哎呀，小搞面子。你七块买好无啊？其实我买差不多两三袋，啊，这袋算台语较标准，啊，其他有两袋台语比我搁较好。谢谢哦，请多多指教。我只有这个巧克力球啦。我是安康贝里香。我下锅自己讲都对吧？啊，你个爸爸啊？唔办呢。啊，唔办我哦。就伊即马是讲到差不多第七页只，都也是讲，就伊这有快感无，伊是讲有爽无安尼尔，因为台语根本嘛无即个快感即个物件，所以爽爽尔啊。就伊这其实嘛拢写了应该唔对嘛。屁股这应该是国语嘛，啊，像我拄只找的尻川的写法，甲这拢完全无同，所以变作讲，你看这影片时，伊的字幕甲伊念的话完全是拢无同，无同。啊，作者迄个，作者咧看是感觉足奇怪，我嘛唔知影讲。本来伊就甲你迄个台语的字甲写起了吼，用台语的方法在写，系啊，台语方法在写，就是讲拍字幕唔免教伊啊。啊，不过有一个困难点啦，就是讲你有当时啊找无这款字啦。哦，啊，家己做。爱做字的，爱做字。伊这两字安怎讲？伊拢讲难教尔。哦，对啊，伊嘛无多。啊你那是照迄字来写啊，无要紧啊。哦。嘿，照字来写。嗯。是啊。哎，大概知啦，应该是。因其实因这用的字拢无多济，无几字。譬如讲，即个字位这台语我拢唔知。啊。智慧这啊，台语嘛拢毋捌听过。
无，应该是无少。应该无这個，无这种人嘛。王道拢叫我去找精品的看有无？无啦，伊是拢讲主攻就好啊。主攻的啦，都只有自我安慰的啦。主攻的，还是无啊？伊是指动作，咱台也是指动作，懵就是懵啦。懵了是不是安慰家己？迄无一定啦。哦。你啥意思？迄是伊个意识形态，还是心的？哦，但是。强调迄个说动作的，动作来保护。就等于讲，咱你写懒觉是强调这个，哦，这觉迄个你就知，一个尸体的尸就是咱身躯啦。哦，这尸体的尸是咱身躯，啊，觉是吊伊遐一个物件。所以伊迄个物件吼，叫做啥在静态的啦。只是那是讲是比迄个男性生殖器较好听啦。两在，因为男性生殖器的这个音吼。是因为迄个功能足侪功能嘛，啊你一开始就要防身，是不是你就要人强奸？伊款动机是比咱这人叫这种较歹，较歹。啊，所以咱是变抽化，迄种抽化伊。你知我意思吼？就讲叫迄个叫来讲是调嘛，调。啊，叫迄个来讲是身躯调里遐一个物件，伊无攻击性，伊功能足侪种。包括放尿，包括啥的，伊拢无爱讲是要用倒要做倒一项嘛，爱是较好的言语。但到男性生殖器是较歹听的言语，这阵是必然误会。好，啊，你头后有我问一个问题，讲，你讲男叫男趴啥，即卖迄种动作是歹听的话，你因为迄是比迄个外来文化吼，故意甲你讲对你也是歹啦，你知影意思无吼？啊，其实伊毋是恁闽人。啊，一批以这两句来讲，不是恁闽人。以咱从古早时代吼，啊，拢会摕树叶来暗遐，好暗遐是买房室的嘛。啊，所以讲人家是讲人怕，迄伊只是咧讲，你拢讲迄个无人看的，伊并不是恁闽人。伊这句的意思是讲，你拢讲迄个门也未食，门我着无人看有诶，无人看过的，啊，伊来甲你讲的。伊这句的意思是安尼，你接近讲白差就对，但还未到讲白差的程度，伊是接近头85%是白差。所以他就讲人怕，啊人叫是安尼，迄两句是用迄个啥性来讽刺着对方啦。哦，你晓无？用性这个物件来讽刺对方，安尼对迄个大家人伫啊坐食物件的人吼，大家较袂离啊，讲啊你讲我那我那安大家笑咩啦？啊讲对遐大家笑笑，搁你继续饮茶啦。哦，吼，啊你讲叫人怕，叫人叫。这也是你讲啥物事？你不但讲迄个无人看的，佮兼讲迄个无可能的，因为是安那，因为你会叫人叫袂叫人拍，哎，我迄叫人拍，迄就是呐，无可能的啊！你讲迄个无人看过，佮无可能的代志，伊是咧讲这個，伊毋是咧讲咩？哦，了解吼，所以大家拢迄个用这物件来营销，讲伊是一个歹的物件，迄是有某一个族群刻意安尼讲。所以咱若讲人叫比较歹听的话。结果因呢，因若讲什么超屌、好屌拢好听话，你听，伊也是超级大人叫，佮好人叫，安那佮拢歹，无法度啊。你听，因拢较好，咱较歹，无法度，还这是比丑化。所以屌这等于是较叫派。无，伊静态伊是叫嘛，伊就叫迄字啊。哦，懒叫叫就是写屌。嘿，就迄字就是叫，就叫。我都怎样？我写小鸟的鸟。无，是因为到一个抗战了，到把到宋朝的最后段了吼，就是讲。民调的小说是讲，有当时啊，咱对迄款性的问题，即下多你问我第二个问题，咱对性的问题吼，无爱直接讲，啊，你无爱直接写，啊，所以咱会写共音的，啊，是讲共接近音的，啊，甲写对迄样去，互咱两个看有就好，包括第三只看有，啊，后来迄样大家嘛看有啊，煞变做讲唔是秘密，是安尼的意思。你讲咱即卖较早讲黑笑是为着要较好听，到尾啊，即卖黑笑大家嘛早是迄个代志，迄是过渡时期的一种。语言文化的占用，啊，占用的作者哦，咱袂直接讲，哦，迄支骗出来的啦，咱只能讲用迄个什么水果啦，啊，花啦，哦，用即款较含蓄的物件，哦，啊来讲着男女之间的代志啦。上界有名的是啥？迄、那个清朝大学士，即纪晓岚，伊曾经捌人有一个要过来甲拼对，拼迄个对嘛。啊，迄阵清朝伊是讲迄个啥国语的嘛。讲迄北京语的，啊，所以纪晓岚对伊就对北京语的，吼，啊，伊安那对点知？迄个吼，伊就啊讲海棠啊，吼，伊就喊伊对海棠，啊，伊就喊伊对山药，吼，山药伊知吼，啊，即摆伊就起着吼，袂爽，佮阿讲啥物知？嫩海棠，吼，啊，纪晓岚啊对老山药，吼，啊，即摆伊就安知？伊个对讲斜插嫩海棠，吼，啊，伊就啊讲。
不不不，你看鬓边，不，一支任海棠啊，哦，伊在讲一支任海棠啊，哦，啊，至少啊，对一个半截老山药了，哦哦，啊，即摆伊在讲啥物仔？斜插一支任海棠啦，哦，啊，即摆至少啊，对讲悬挂半截老山药啦，哦，哦，啊，即摆另外伊在讲吼，鬓边斜插一支任海棠，吼，愈加愈起咧，伊在讲腰间悬挂半截老山药，啊，大家在笑啦。啊，即摆伊在讲足俗气的，对书吼足俗气，伊还讲啊，哦，我爱你，鬓边斜插一支任海棠，代表伊是一个查某啦，伊笑只讲查某的嘛吼，啊，至少啊讲啊。你要我腰间悬挂半截老山药嘛？所以这是过去足趣味，这个对就是安怎？伊用山药来讲查甫物件嘛，啊用海棠、海棠花的迄个花开的形，做成查甫迄个，所以伊就用迄来做迄个这典故啊。哦，啊所以咱有一寡讲伊用这个理由做好笑的哦，啥叫海棠春色啊？哦，这个乌白来呢，较早我看人咧写作文做好笑讲。啊，我了啥？春天到了，哦，一片风光明媚，哦，欣欣向荣，海棠春色的模样，那也对嘞。迄个囡仔教唔对，咱袂使。海棠春色是一个早啊，烫光光坐伫遐，互你看到迄海棠花，哎呀，迄个海棠春色，啊，其实春我有研究啦，啊，春的意思吼，是爱当作是含迄个性关系吼，因为春迄有含伊有对应。乌迄个名吼，乌乌迄个项伊有对应，所以春联读作亲，你敢知？你啊，迄个千家姓名读作亲哦，亲，春行亲是共音哦，哦啊，所以咱为着讲迄个春吼，是安那要讲对亲迄个物件去吼，所以讲因讲迄个咱咧上课有讲，讲惊春，咱讲初一十五去惊春，惊春唔是讲真正死人哩啊哩，什么吼惊路啊，看春天气，唔是伊早开早我去惊春啦。哦，啊，所以惊春就惊亲嘛，啊，亲就像迄小金的金是亲共意思嘛。哦，亲是迄个小金的。一共音，啊，所以咱无照哩，就等于讲照无写伫鸟类的鸟去啊。哦。啊，所以伊就亲，哦，亲啊金嘛，亲就是金嘛。哦。啊，所以亲多啊，伊亲啊多，咧共音吼，啊多故意甲写伫迄里去。哦，啊，要来是惊亲啊，哦，是惊亲就是讲，唔是要结亲情，迄结迄个短暂的亲情，就是要开查某嘛，啊惊亲嘛，所以即大家众生唔知嘛，拢以为讲新春新春吼。啊，就是要去交友，要创啥？唔是嘛？惊春是要走去开查某，迄时遐一寡大初十五讲，惊春啊，第一个去遇到啥好诶，叫一炮而红，哎呀，你今年拢会好运啦，哦，你开着出路了，对啦，你今年拢会好运啦。你听无？迄个唔当一炮而红，啊，你今年惊春啊，去开着一个迄个卖公司吼，想过迄日啊，叫他作衰就对啦，伊作衰。这吼，迄是这阴啦，所以咱这北京伊个人搞唔对。伊讲同学要相亲相爱，这是袂使啦。伊讲这同学来遐相亲相爱，伊当然伊这北京有问题啊，唔是咱台语有问题啊，台语是原始的吼，河话无问题啊。嗯，哦，爱了解哦。你跟我讲的这物件是讲，你即马有一寡物件吼，是安那伊讲要用这个什么，迄个讲啊做粗鲁什么鬼的。其实唔是啦，用这粗鲁是比人听话做歹啦。嗯，啊，然后咱夫妻咧行房的遐，拢一寡暗语。绝对袂去讲着迄嘛，记者咧啊，就讲，咱若想讲要翕相，因讲翕相吼，咱有诶老诶讲，今仔日有要压档无？压档，压档嘿，伊讲要歹势人讲，咱咪讲压档啊，啊压档是恁即摆毋知啊，等到有一天伊像翕相大拢知诶阵，你咪讲压档啊歹听，即嘛是袂当安尼讲嘛。哦，安了解吼。哦，除了我讲诶迄个啥物，用迄个水果啦、花啦，哦来代表咱男性诶器官啊，女性诶器官。那是因为文雅人士吼，啊，拢会叫迄个女性吼，啊，阴德仪吼，啊，拢会讲啊，做书本的啦，吼，啊，其实咱平常时嘛是咧讲一种话，但平常时讲一种话，阵拢是属属于啥，要讽刺对方，诶，足奇怪的行为，大概提出来讲起就对啦，吼，讲起啦，你有记者想讲，啊，迄人足鸡掰，吼，啊，都是讲迄个懒叫懒花是讲迄个无看到，吼，讲迄个无可能伊代志嘛。啊，鸡巴迄样啥货，咱知？因咱查甫是痛出来，查某是哪里？啊，哪里是看无的？啊，鸡巴意思是啥？咱知？迄个人专门从啥？做迄个看人用看无耍阴的啦，那阴的啦，哦，阴向的消灵，所以咱多用鸡巴来讲。所以其实讽刺这个人，因为讲话足歹听啊。哦，啊，但是伊唔是讲真正，迄个是歹听话，伊讲伊咱真正对迄个人已经反感嘛，
哦啊，所以用一款话来讽刺上届上届迄个下属，比你讲伊是少年，佫较好嘿啦。你若是在讲伊少年吼，啊开始短两下小拍开，对无？哦，哎呀，啊奇怪啦，哦，啊来大家笑笑咧，哦，迄用伊用迄来形容这物件，哦，这爱来了解吼。所以其实好棒，因为我先咧讲好棒，其实含好屌是同款的。哦，好棒，好屌是同款，是嘛是对北京的北大乌洞，迄算作基督教的八条巷啊吼。因为北京富吼，遐较早迄个清朝时代，北大乌洞遐传出来，啊伊讲，迄个长来这温客吼，好棒咧，因来点着你吼，哦，赞吼，你是安尼基督教基督之间咧讲话。啊，即马煞变做咧站立人诶话，这唔对，咱因外省诶传来嘛。伊好放的是好调嘛，其实来讲，咱只要歹听，即两句嘛做歹听。好、哦，爱了解吼，好、哦嗯。啊，其实咱风花水月诶场所吼，咱去行，总是有一寡因内底属意嘛。嗯嗯嗯。哦，记者咧，你讲好放好调，啊，查甫之间无咧讲诶，你讲查甫咧问迄个老苍诶吼，伊安怎讲言在？伊讲有啥物好康诶无？伊是咧只有心会呢，唔是咧。咱即马查某嘛是讲有啥物好康诶无？这唔对，因为你查某你也袂当甲落落啦，有好康你也袂当都袂离离啊，对无？所以伊嘛咧向人讲有啥物好康诶无？这是伊搞误会用钓鱼啊。好、嗯，你听吼、哦。所以这吼，咱讲开实在讲袂了啦。这北京伊犯的错误实在足好笑的啦。但是伊拢嘛讲伊会较优秀，啊，咱会较粗鲁。伊拢嘛是安尼指啊，啊，讲是伊拢嘛是咱唔对，伊拢对啦，吼、哦，因绝对袂唔对的啦。哦，上届好笑的是啥物仔？咱去人救一个小姐，救一个迄个重大的生命温情人。人个小姐救开，伊无唔对啊！吼、哦、啊，迄、那个这人客吼啊，是我的在座父母吼，你救我的生命吼、哦，所以小女子必当永存以报。永存以报。系啊，永存以报是查某讲来出来呢。哎、嗯，查甫是俾人讲什么永存以报啦？你这都袂吐怎水出来？你哪有什么这呢？对不？哦，你了解，就是咱的这裤装最高查某尔，啊，伊用迄来甲伊报，是讲我用身躯来甲伊报答伊啊，无你给我救我的身体啊，是用迄小姐迄个讲的迄个什么三德嘞，嘿，三德呢，哦、对不？你看用船用出船来报答伊，对不、嗯？是安尼，安尼即摆咱嘛咧用船伊报啊，奇怪，查甫嘛咧讲我用船伊报啊，足奇怪啊，吼、哦，所以这是伊无学习者，啊，拢学白写学白用，啊嘛是北京伊甲咱用对，哦，足济啦，哦，几济嘞啦。你另外听我一句台语讲吼，咱因为拢无爱直接讲啦，阿咪讲较好笑吼，阿咪讲两个人知讲，近来吼运势吼，惊伊一个暴利啦，你捌听过无？我唔捌听过呢。暴利，差不多你倒车，暴啊加两点就是两嘛，两嘿，啊两就是受精卵嘛，吼，啊两是安那呢？伊暴是一个阴道啊，阴道啊，阴道的形啊，哦，迄暴是阴道的形啊。这边的是两条，伊讲迄个，迄两个是一个叫两折啦，卵巢叫两折嘛。啊，即两点就是讲伊有受精卵、受精卵的里个两点，就变成两啊。啊，你若无受精卵，伊就是阴道啊。伊个是空的阴道是伊个暴力，所以歹势讲讲这是做歹听用啊。近来运势惊你暴力，这啥意思？咱知？我运势咱头前到下骹，骹无算哦，惊到做下骹运势足低足歹啦。是讲近来运势惊伊一日暴利，是安尼运势作歹啊！伊查甫来都叫水干那难，意思是同款嘛。伊这个是，这个你爱知打伊，伊就是卡用这性的物件来讽刺着一寡迄个，也是讲迄个反讽啦吼，讽刺拢是同款，拢是为着迄个言语上吼，通接受对待的阵，无爱直接讲迄个歹听啊，直接伤人吼，惊、引起纠纷嘛。啊，大家你啊啉茶，你啊呐。我是讲迄大家笑笑，啊，准大准耍啊，恁弟啊，无啊无起上棍嘛，吼、哦，起上棍吼，所以暴力嘛是这個意思啦。伊个只伊个强行，也是阴德，女性的阴德啦，哦，啊，佮一项就是讲咱迄个男女唔系白白查甫伫咧共开，哦，啊，一个看咱若少年时代啊，查甫啊，伊啊上到尾，哎、欸，啊，迄、那个呐，我梦游戏啦，吼、哦，恁叫白日梦对无吼？白日梦吼，其实。查甫人足够想对迄个性遐去啦。有当时啊，白班老师顶过咧上课，那个上到银行两个人去做皇帝。啊，所以查甫行查甫之间，你共互相亏下，讲冲啥啊？想入灰灰哦啊！但是想入灰灰意思是啥？迄个灰吼，迄个灰看嘛，知阴德边啊，一个强阴问题，就是两个毛嘛，边啊有毛嘛，一个坎嘛，
哦，你讲你想要打两空上，你做皇帝上，你乌白茫茫啊，对啊哩。所以迄毋是讲伊遐丁书呢，不是陈思呢，毋是丁书呢，伊是查甫子，甲你开讲，哎、欸，做啥？上你飞飞哦，来飞飞啦，叫做拜拜啦。飞哦有拜的音，古早是用西有西的音嘛，飞有拜的音嘛，你听无？迄就是拜啦。所以字拜的拜就是迄字拜去加一个魔啦。我是家己管定嘛，对无？我家己边啊就是。哦，家己边啊，边啊，到处边啊。嘿嘿，魔啊一礼拜嘛，我等一下写好，等一下你好。所以伊是一个魔，家己一个拜，就是上礼拜拜啦。就是讲伊是要怎拉相康上，上啊对伊的皇帝忘记。啊，伊即马查，伊连讲查某伊啊，伊喺丁书里嘛，你听伊讲哦，上路会袂使嘛。伊是有特定的迄、那个迄、那个想法，是查甫之间咧开下你讲的嘛。嗯嗯。哦，啊了解吼。哦啊，所以歹也好吼，歹、哦、人应该嘛是伊歹是安那。我讲过，阴德是指迄个看袂到的。嗯、啊，看袂到迄个歹的物件，歹人那阴的耍阴德嘛吼、哦嗯。哦，那阴阴险的小林波的，迄、嗯、款就是歹人嘛。哦，你了解，所以歹应该嘛是灰迄字啊。哦哦，啊歹确实带迄字嘛。歹还歹，啊歹还歹嘛啊、嗯！哦，所以这咱就讲有阴就分得清楚啦。哦，所以查某迄个暴力，你就知伊形，就是迄个性，迄个形，迄个女性，迄个形。啊，查甫敢就无？查某嘛是有啊。哦，你讲命运多舛，哦，迄个舛吼，下关不能强行的查甫的啦。等一下我有咧看哈、哦。啊，命运多舛的舛就是男教嘛。哦，男教等一下我有咧看。但是伊迄个命运多舛的意思是啥物？这查某吼命运得传，会当安尼讲咧。你通查某命运得传，那袂使啊。因查某经过足侪疑难教，所以叫命运得传嘛。伊的一生足坎坷嘛。嗯、你听到无？啊你啊查某个命运得传，那就笑死人啊！要用笑死啊！好、哦，了解吼。那个传不是讲那个什么话？哦，啊，伊的超型元素的是安那？啊，人今卖写有著考试，我写比安尼去，人元素的就比安尼写。哦，啊，所以讲。这个阴行，这个离行过去，咱行行咱这个物件，会讲太济啦，太济这种。啥、嗯？就这个影片的内容，我全部拢给它拍出来。嗯、啊，老师呐，在买上看的。嗯哼。如果了，你哪兴趣的话，嗯哼，会当研究一下，比如什么？因为我感觉，因这虽然讲是配台语，不过因的字幕其实拢是用国语来拍、嗯嗯嗯，啊，变作我感觉伊的字就是拢在念拢奇怪的，对。嗯嗯你敢让直接跳公文去啊？好、哦，嗯。好、哦，我跳下较后边，这头先是几分？嗯嗯。哦，没呢，我没。啊，那无啊，那无啦。为什么当初是迄款代志啦？啊，希望你喜欢，好不好？安尼哦。嗯，一辈子好晒啦，好不好？晒。嗯。有东西啊，对啦。无呢。无。阿婆。唔捌哦。骗你的啦！小搞骗子哦！哎呀，小搞骗子！你七块买好无啊？唔免啦，唔免啦！乖乖！唔免啦！其实我买差不多两三台，啊，这台算台语较标准，嗯，啊，其他有两台台语比我搁较好。嗯
收，即马是讲啊，差不多第七页这样。都也是讲，就是这有快感无，伊是讲有爽无安尼尔。因为台语根本嘛无这个快感这个物件，所以爽爽的啊。就伊这其实嘛拢写了应该唔对嘛，屁股这应该是国语嘛。啊，就我拄则找尻川的写法，甲这拢完全无同，所以变作讲。你看这影片时，伊的字幕甲伊念的话，完全是拢无共，无共。啊，作者迄个，作者咧看是感觉出奇怪，我嘛唔知影。本来伊就甲你迄个台语的字甲写起了吼，用台语的方法在写。嘿嘿嘿。台语方法在写，就是讲拍的字幕唔免照伊啊。啊，不过有一个困难点啦，就是讲你有当时啊找无这款字啊。哦，爱家己做。爱做字，爱做字。嗯嗯嗯嗯。伊拢讲难教尔，好，对啊，伊嘛无多。你若是照照迄字啊写，无要紧啊。哦，嘿，照字啊写。哎，大概知啦，应该是。因其实因这用的字拢无侪，无几字。譬如讲，即个字位这大机构拢唔知。啊。智慧这啊，台语嘛拢唔捌听过。无，应该是无这。应该无这，无这种名嘛。我当个拢钓啊，去找精品来看有无。无啦，伊是拢讲主播就好啊。主播的啦。哎呀，都只有主播安慰的啦。主播安慰。哎，是。无啊，伊是指动作，咱台语是指动作，摸就是摸啦。摸了是不是安慰家己？迄无一定啦。哦。你知影是？迄是伊个意识形态，还是心的？嗯。哦，但是。强调迄个些动作的，动作来保护。就等于讲，咱你写懒教是强调这个，哦，迄教迄个你就知，一个尸体的尸就是咱身躯啦。哦，这尸体的尸是咱身躯，啊，教是钓鱼遐一个物件。嗯嗯嗯。所以伊迄个物件吼，叫做啥物仔？静态的啦。只是老实讲，是比迄个男性生殖器较好听啦。两台是因为男性生殖器的这音吼。是因为迄个功能足侪功能嘛，啊你一开始就要防生，是不是你就要人强奸？伊款动机是比咱这人叫这种较歹，啊，所以咱是变抽化，迄种抽化伊，你知我意思吼？就讲叫迄个叫来讲是调嘛，调，啊叫迄个来讲是身躯调伊遐一个物件，伊无攻击性，伊的功能足侪种。包括放的，包括啥的，伊拢本来讲是要用做，要做做一项嘛，还、是较好的言语。但到男性生殖器是较歹听的言语，这阵是比较误会。好、你头后有我问一个问题，讲，你讲男教男趴是啊，今麦去用动作是歹听的话，你因为那是比迄个国内文化哈，故意甲你讲对你也是歹啦。你知影意思无哈？其实伊唔是恁闽南。啊，一批以前古来讲，唔是恁闽南，以咱前古早时代吼，啊，拢会摕树叶来暗遐，哦，暗遐是买红色的嘛，啊，所以讲人家是讲人怕，迄已经是咧讲，你拢讲迄个无人看的，伊并不是恁闽南，伊即句的意思是讲，你拢讲迄个物仔袂食，物仔着无人看有诶，无人看过的，啊，伊来甲你讲诶，伊即句的意思是安尼。你接近讲白差就对，但还比较讲白差程度，伊是接近头85%是白差。所以他都讲人怕，啊，人叫是安尼。迄两句是用迄个啥性来讽刺着对方啦。哦。你听无？用性这个物件来讽刺对方，安尼对迄个大家人伫遐坐食物件的人吼，大家较袂离啊。讲我你讲我那我那安大家笑咩啦？啊，讲对遐大家笑笑，搁啉继续啉茶。哦。啊哈！啊，你讲叫人怕，叫人叫。这也是你讲啥物事？你不但讲迄个无人看，佮兼讲迄个无可能的，因为是安那，因为你会叫人叫袂叫人拍，哎，我叫人拍，迄就是呐，无可能的啊！你讲迄个无人看过，佮无可能的代志，伊是咧讲这個，伊唔是咧讲咩？
嗯，好、哦，了解吼、哦，所以大家拢迄个用这物件来营销，讲伊是一个歹的物件，迄是有某一个族群刻意安尼讲。所以咱若讲人教变成歹听话，结果因呢，因若讲什么超屌、好屌拢好听话，你听，伊迄是超级大人教，佫好人教，安那佫拢歹的无法度啊。哎，因拢较好，咱较歹无法度，还这是比丑化的。所以屌这里真的是较教派，无伊正派，伊是教嘛，伊就教迄里啊。懒叫叫就是写屌，嘿，就是叫叫。我都怎样？写小鸟的鸟。不是，那是因为到一个抗战了，到把到宋朝的最末端了哈，就是讲明朝的小说，就是讲有当时啊，咱对迄款性的问题，即下多你问我第二个问题，咱对性的问题吼，无爱直接讲，啊，你无爱直接写，啊，所以咱会写降音的，啊，是讲降接近音的，啊，甲写对迄样去，互咱两个看有就好，不要第三只看有。啊，后来迄人大家嘛看有啊，煞变做讲唔是秘密，是安尼个意思。等于讲咱即摆较早讲黑笑是为着要较好听，到尾啊，即摆黑笑大家嘛早是迄个代志，迄是过渡时期个一种语言文化个占用。啊，占用个足济哦，咱袂直接甲讲哦，迄支骗出来袂啦。咱只种个，我用迄个什么水果啦、啊花啦，吼、哦，用即款较含蓄个物件，啊来讲着男女之间个代志啦。上界有名个啥？迄、那个清朝大学士，即纪晓岚，伊曾经捌人有一个要过来甲拼对，拼迄个对嘛。啊，迄阵清朝啊，伊是讲迄个啥国语的嘛，讲迄北京语的嘛。啊，所以纪晓岚嘛对伊个对北京语的，好、哦、啊，伊那对点知？迄、那个吼伊就啊讲海棠啊，吼、哦、伊就喊伊对海棠，啊伊就喊伊对山药。哦，山药一知哈，啊，即摆伊就提着吼，袂爽，佮来讲啥物知？任海棠，哦，啊，纪晓岚佮对老山药，哦，啊，即摆伊就安知？伊佮对讲斜插任海棠，哦，啊，伊就来讲，袂个并边，一支任海棠啊，哦，伊来讲一支任海棠啊，哦，啊，纪晓岚佮对一个半截老山药啦，哦哦，啊，即摆伊就来讲啥物知？斜插一支任海棠啦，哦，啊，即嘛纪晓岚啊，对讲悬挂半截老山药啦，哦，哦，啊，即嘛另外伊就讲吼，鬓边斜插一支任海棠，吼、哦，愈加愈起咧，啊，伊就讲腰间悬挂半截老山药，啊，大家咧笑啦，啊，即嘛伊就讲足受气诶，对书嘛足受气，因为还讲啊，哦，我爱你，鬓边斜插一支任海棠，代表伊是一个查某啦，因为笑纪晓岚查某诶嘛，吼，啊，纪晓岚讲啊。你要我腰间悬挂半截老山药嘛？所以这是过去足趣味，这对就是安怎？用山药来讲查甫物件嘛，啊用海棠、海棠花的迄个花开的形，做成查甫迄个，所以伊就用迄来做迄个这典故啊。哦，啊，所以咱有一挂讲伊用唔对的字哦，做好笑的哦，啥叫海棠春色啊？哦，这个黑白来呢，较早我看人写作文做好笑讲。啊，我了啥？春天到了，哦，一片风光明媚，哦，欣欣向荣，海棠春色的模样，那也对嘞。迄个囡仔教唔对，咱袂使。海棠春色是一个早啊，腾光光坐伊遐，互你看到迄海棠花，哎呀，迄个海棠春色，啊，其实春我有研究啦，啊，春的意思吼，是爱当作是和迄个性有关系吼，因为春迄有和伊有对应。乌迄个名吼，乌迄项伊有对应，所以春联读作亲，你毋知？你啊，迄个千家姓名读作亲哦，亲，春行亲是港音哦，哦啊，所以咱为着讲迄个春吼，是安那要讲对亲迄个物件去吼，所以讲因讲迄个咱咧上课有讲，讲惊春，咱讲初一十五去惊春，惊春毋是讲真正死人而啊，你啥物吼惊路啊，看春天毋是伊早开早我去惊春啦。哦，啊，所以惊春就惊亲嘛，爱亲就像迄小金的金，亲港艺术嘛。亲是迄个小金的。一港音，啊，所以咱无叫你，就等于讲叫无下面鸟类的鸟去啊。哦。啊，所以伊就亲，哦，亲啊金嘛，亲就是金嘛。哦。啊，所以亲多啊，伊亲啊多，那港音吼，啊多故意甲下面去里去。哦，啊，原来是惊亲啊，是惊亲是讲，唔是要结亲情，去结迄个短暂的亲情，就是要开查某嘛，啊惊亲嘛，所以这大家众生唔知嘛，拢以为讲新春吼。啊，就是要去交友，要创啥？唔是嘛？惊春是要走去开查某，迄是遐一寡大初十五讲惊春啊，第一个去遇到啥好诶，叫一炮离红，哎呀，你今年拢会好运啦！哦，你开着出路了对啦，你今年拢会好运啦！
以前啊，我那个买一跑离吼，啊，你几耐行村啊？去行开了一个那个卖公山吼，全部遐你啊，其他作衰就对了，你作衰。这吼，那是这个音呐，啊，所以咱这個北京伊敢搞唔对。伊讲同学要相亲相爱，这是袂使啊。伊讲这台湾人遐小金小爱，伊当然伊这個北京伊有问题啊，唔是咱台语有问题啊，台语是原始的吼，河话无问题啊。嗯，哦，了解哦，你跟我讲的这物件是讲，你起码有一寡物件吼，是安那伊讲要用这个什么，迄个讲啊，做粗鲁什么鬼的，其实不是啦，用这粗鲁是比人挑化做歹啦。嗯，啊，然后咱夫妻你行办的遐，拢一寡暗语，绝对袂去讲着遐嘛。记者咧啊，就讲，咱若是讲要翕相，伊讲翕相吼，咱有诶老诶讲，诶，今仔日有要夹单无？亚当，亚当嘿，伊讲迄个歹势人讲，咱咪讲亚当啊，啊亚当是恁即摆唔知啊，等到有一天伊像迄小大龙知的时阵，你咪讲啊亚当歹听，即嘛是未当安尼讲嘛。哦，了解吼。哦，除了我讲的迄个什么用迄个水果啦、花啦，哦来代表咱男性的器官啊、女性的器官，那是因为文雅人士吼啊，拢会叫迄个女性吼啊阴德仪吼，啊拢会讲啊做书本的啦。好、哦，其实咱平常时嘛是咧讲一种话，但平常时讲一种话，就拢是属于啥，要讽刺对方诶足奇怪的行为，大概提出来讲起就对啦。好，讲起啦。你有记者想哈，啊，迄人足鸡掰，好，啊，都是讲迄个懒觉懒巴是讲迄个无看到，好，讲迄个无可能一代志嘛。啊，鸡掰迄人是啥样？咱知，因咱查甫是痛出来，查某是哪里？啊，哪里是看无诶？爱击败艺术的啥物事？迄人专门创啥？做迄个看人用看无耍音的啦，那音的啦，哦音响的消音，迄个做按多用击败来讲，所以是讽刺这个人，因为讲做歹听，哦啊，但是伊唔是讲真正迄个是歹听话，伊讲伊咱真正对迄个人已经反感嘛，哦啊，所以用这款话来讽刺上届迄个下属，比你讲伊是消音搁较好啦，你若是在讲伊消音吼，啊开始端两个小拍开。对不？哦，哎呀，啊，奇怪啦！哦，啊，大家笑笑咧，哦，迄用伊用迄来形容这物件，哦，这爱来了解吼。所以其实好棒，因为外省咧讲好棒，其实含好屌是同款的。哦，好棒好屌是同款，是嘛是对北京的北大乌洞，迄算作基督教的八条巷啊吼。因为北京富吼，遐较早迄个清朝时代北大乌洞遐传出来，啊，伊讲哎，啊，迄个。长来这温天吼，好棒呢！今仔伊点着你吼，哦，赞吼！你是安尼基路和基路之间咧讲话，啊，即马煞变做咧站立人诶话，这唔对，咱用外省诶传来嘛。伊好棒就是好屌，嘛其实两个人叫歹听，这两句嘛做歹听。好，爱了解吼，啊，其实咱风花岁月吼，风花岁月雕塑吼，咱去行，总是有一寡因内底属意嘛。哦，记者咧，你讲好棒好屌，啊，查甫之间嘛咧讲诶。用查甫哩问迄个老苍的吼，伊安那讲严查，伊讲有啥物好康的无？伊是咧只有新会呢，唔是咧咱即马查某嘛是讲有啥物好康的无？这唔对，因为你查甫你也别当人落落啦，有好康也别当都袂理你啊，对无？所以伊嘛咧喊人讲有啥物好康的无？这是伊搞误会用对伊啊，好去听吼。所以这吼咱讲开实在讲袂了啦，这北京伊犯的错误实在足好笑的啦。但是伊拢嘛讲伊会较优秀，啊咱会较粗鲁。伊拢嘛是安尼记啊，啊讲起伊拢嘛是咱唔对，伊拢对啦，吼、哦，因绝对袂唔对的啦，吼、哦。上届好笑的啥物仔？咱去人救一个小姐，救一个迄个重大的生命温情人，人迄小姐救起，伊无唔对啊，吼、哦。啊，迄、那个这人客吼，啊是我的在座父母吼、哦，你救我的生命吼、哦，所以小女子必当永传衣钵。永传衣钵。系啊，永传衣钵是早讲来穿的。哎，查甫是不想讲什么用转移步啦？你正都袂铺砖水出来，你哪有什么正呢？对不？ Oh. 哦，你了解了，就是咱的正铺砖水到查甫尔，啊，伊用迄来甲伊报，是我用身躯来甲伊报答伊啊，无你我救我的身体啊，是用迄小姐迄个讲的迄个什么三德呢？嘿，三德呢？ Oh. 对不？你看用转用出转来报答伊，对不？ Mm. 是安尼，安即摆咱嘛咧用转移步啊，奇怪，查甫嘛咧讲我用转移步啊，足奇怪啊，吼、哦。所以这个是因无学习者，啊，拢学白写、学白用，啊嘛是北京伊个用对哩，吼、哦，足济啦。嗯